直播卖饰品，跟网友互动，气氛超级嗨。这边起标一刀一块钱而已，我跟你讲，纯金的外面真的没有那么便宜。他是默默，今年23岁，外形甜美，身材姣好，还曾经参与偶像剧演出。但跟一般女生不同的地方是，他没有明星梦，只有出国读书梦。想要去，可能去菲律宾吧，因为菲律宾读书英文比较便宜，读书比较便宜。嗯，为什么你想要把英文学好？想要把英文学好，因为对于社交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部分，就是一个兴趣啦。语言很重要。为了出国读书，默默其实身兼多职，早上是美容师，下午变成直播主，晚上就在 pub 兼差。为什么想那么拼？想那么拼，就是想多存点钱，就是一部分是。就是比较希望家里过得好，陪客人设标聊天，默默样样亲自来。在 pub 里，默默把客人当成自己的朋友，亲切的作风意外大受欢迎。蛮活泼大方的一个女孩子，都很健谈，跟一般女孩子比较起来，会比较真性情一点。对，就是不会像一般的女孩子可能娇娇柔柔。不想当靠爸族、靠妈族，默默选择用自己的优势努力赚钱圆梦。记者何梦谦、林春芳，新竹报道。